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文。我觉得穿衣服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。在这边工作蛮开心的。最爱的表情包啊。我的衣服，音乐节我还正经八百没怎么参加过，所以这次真的赶上电子或者是摇滚啊，或者任何一种音乐风格，我觉得都很厉害，我都很喜欢。